两点了，去送女儿上学，打了一中午的柴暖，现在车里14度，可想而知，外边有多冷啊。不客气。爸爸再见。送完女儿，找了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。拆一下快递，剪刀，先来一个大的，这是西瓜视频给我发过来的，打开看一下里边装的是什么，一个帽子，然后这还有一个袜子，这是一封信，哦，这是一个衣服啊，这怎么这么大 ？XL， 号看起来是合适的。好了，先放起来，放起来，回家再试。拆一个，这是新买的水桶，我一个水桶不是摔破了吗？重新买了一个，买了一个和我原来的水桶不一样的，这个水桶稍微大一点点。终于把角度调整了，这个水箱比我原来那个水箱稍微大一点，这是个12.5升的，好，先放这儿，再来一个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哎，我怎么想不起来这是个啥东西了？哦，这是一套碗。一套碗和盘子，这次买的这一套碗呢是麦秆做的，秸秆做的，是秸秆做的，摔不碎啊，摔不碎。四个盘子，四个大碗，四个小碗，用这种呢，一个是带在房车上，它不容易碎，二一个呢就是在这种磕磕碰碰的时候，它的声音会小一点。还有一个，这应该是一个净水器，我的那个净水器不是丢了吗？这是滤芯儿，带了这么多滤芯儿，和丢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，买了这样一个。哦，这里边还带一个滤芯，这种滤芯呢是 PP 棉的啊，这种滤芯才有真正的过滤效果，可以把那种很细微的沙粒呀、红虫呀、藻类啊、铁锈啊，可以全部过滤干净。这还有一个快接。大家可以想要这个东西的话，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，这个东西叫做洗衣机前置过滤，洗衣机前置过滤。把这些纸箱子拿下去，纸箱子放这儿就行了，一会儿会有收废纸的过来就会拿走的。啊，我不要了，你拿走吧。啊啊，你去哈掉。哦，呵呵，话音刚落，就有人过来收了。啊，我想吃这个。是哪个？这个啊。嗯，好。果味这个放的。嗯，放的。羊肉干不得想一下。
还想吃个啥？冰淇淋啊。啊。嘿嘿嘿，我就知道你想吃冰淇淋。刚才走过来的时候一直看着那个冰淇淋店。是哪个？哪个冰淇淋？嗯，大的是多少钱？大的是6块。啊？6块。大的6块。对。好，那就来一个吧。来一个草莓大圣代数。嗯，外面寒风刺骨啊，跟上。房车里暖和不暖和？暖和。来，坐下。坐下来，舒服。把冰淇淋赶快吃，房车里太热了，一会儿就化掉了。你把下面拿住，哎，拿紧，使劲，哎。哇，这个好多草莓。嗯。给，别吃，手扶好啊，来，拉锁拉开，拿锁，拉锁拉开，拉，往下拉，哎，好。嗯，哎呦，我懂事的。嗯，知道先给爸爸喂一个吧。灯打开，手扶好，一个手扶好，别洒了啊。嗯。爸爸。啊？这个帽子是不是西瓜视频送的呀？你咋知道？猜对了，你坐好啊，嗯，别把冰淇淋洒了。我看还有多少。嗯，这个一会儿拿回家吃。爸爸，嗯，咱们来个比赛怎么样？嗯，你走那边，我走那边。啊，嗯，看谁先到奶奶那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要走呢啊，哦，不能跑啊。你说了，还在那的啊？你赢了啊！好，好，你赢了。